就这样子坠落了。不过我是男主角，应该是不会死吧？死掉应该是威尔森吧？主角光环，拜托，主角光环呢？The bird was busted. 战机被击落了，它坠落到无人区，也就是我们降落之处的西方半里。哇！威尔森挂了。Had more pressing problems. 哇，终于到陆地上了，太棒了！回到陆地的感觉真好啊！哇，现在我们在敌方的阵营里面，我们要试着暗杀他们吗？捡起诱饵子弹，哦，弹头，然后呢？按 C。哦，丢子弹。然后呢？他紧张的看了一下，什么声音？畜生的声音。哦，拿起我们的铁锹。你宰西亚利。啊呵。你宰西亚利。赞哦。哦哟，终于回到陆地的感觉真好啊！终于啊，开门是哪一个？我有点忘了。F 是开门。卡巴哈巴拉巴拉巴拉多。啊，这边有一个，他死定了。二甲，看嘞哈，还看。很爽是不是？嗯，回到友军阵线，偷偷摸摸的经验，比如说溜进酒吧或者是卧房窗户等之类的。Anyway, once those Germans were gone, I put my skills to work, heading west towards the British front, quiet as an alley cat. Between me and the British front were German trenches and German guns. Oh, and half the population. 我按 Q 没用啊。All spoiled for fight. 哦，原来我是侦察兵啊。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子，我不能开枪啊，开枪就死定了啊。我们要开枪吗？被惊动了。哎，玩到什么 ？C 键是丢弹壳。我们除了玩暗杀之外呢？哦，我们也可以就是。狙击，慢慢的狙击个你和我，开心狙击了，好爽啊！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啊，被发现了。你到底会不会射啊？赞哦！哎，这个还没看到，我跟八七一样。嘿嘿嘿嘿。我炸！有中奖，这样子全部都被杀光啦、啊，感觉蛮爽的，爽爽的。有没有人？哦呦，手斧哎、欸，要怎么拿？哦，换手斧了。打开武器箱。哦，消音枪。哎、欸，有这一把早说嘛，这样子我就不用那么累啦。有消音可以慢慢射。然后刚那边死了很多只嘛，那边有一只。呀、yeah ，这边有没有东西？子弹之类的。The Brits must have been sitting down for tea in the crumpets instead of shouting. Lucky day. Still, I had to get through to our side of the line before those guns started up again.刚这边这么多尸体，应该很多枪吧？没错，超多的。然后哪一把好啊？这把不错。可是我其实比较喜欢那把长管步哎、欸。哎、欸，我的消音枪在地上，我觉得我还是拿消音枪好了，好不好？比较好啊。任务指示要往哪边走啊？
哦，这边啊，往这边走是吧？有人 ？Hello， Hello， 我剩两发了，完了。None。Those trenches were packed full of the Kaiser's finest, but hopefully.Most of them would be looking for trouble coming the other way. Woohoo! 来呀 ，one by one 啊，林北，一挡百，来了，哇，也太多人了吧 ！Yeah， 干我死了，不能一挡百了，抱歉。I'm sorry. 警铃可以把它弄掉吗？哦，可以，赞哦，这样就不会吸引所有敌人进来了。这是什么？切换至冲锋枪，帅。半锁高爆，我忘记半锁陷阱怎么用了。哎呦，手榴弹！这个在睡觉，妈的，去死啊！睡的，还蛮生气的说，因为刚刚把我射死。耶，没得人，你的谁？完了，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我们还是乖乖走这种果冻好了，比较安全。我们不一定所有敌人全部都要杀完啊。我们也可以慢慢潜行进去过关啊！哦，刚刚那个万夫莫敌，变得被打跟狗一样。好，我们现在选择当狗吧，好不好 ？Hello， 你好，妈的嘞！嘿嘿，继续走，继续走，有人，有人，有人，到处都是陷阱，走这里是最安全的。谁在开枪啊 ？Hello， 声音好近哦，不知道在哪里。哎呀，嗨，你好，一个人吗？看来是一个人。嗨，你好，你也是一个人吗？大家都是单身狗，不错不错。Oh! The dozen German machine guns at my back kind of encouraged me to keep my head down. No man's land. Oh, 跑过头了。Barbed wire, dead bodies, and debris. 这边是不是？ Hold my course. 看到，看到，在那里。我的伙伴们，我来了。干什么东西？原来只是敌人而已哦。那跑我们来干嘛？跑喽！呜！跑跑跑，向前跑！有了，我们到了，棒！ Did anything survive the crash that might be useful? 我们看一下我们坠机的地点。威尔森真的应该死了啦，都要死在里面。哦，还没重伤。哇，站不起来，还被擦伤了。威尔森 ，Hey， I'm sorry， but you probably think I'd be fucking one piece。你答应过我了，要毫发无伤把我带走的。What about being heroes？ I'm no hero。完了。Your word， your bleeding word。So you think you're a decent bloke who's gonna help me？ Oh， you're a lying， no good bastard。这个说谎的混蛋。给我个痛快吧！我会真的给他痛快吗？我还真的给他痛快 ！Come on, which is it? Put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Blackburn.
摊牌了。You're not George Rackham, are you? 我要说他不是。第四代温莎伯。哦，所以说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知道他不是那个人。Let's get out of here. 哦，感觉就很痛。Go go go！ 回到友军阵线。严重失血啊！我觉得他应该小命不保了。快跑啊！德意志来啦！蹲下！我有没有武器之类的、啊？我现在没有、欸，刚刚不是有，现在没了。小心探照灯，他们看见黑影就会开枪。哎、欸，这边有活人哎、欸！哎、欸、，Hello。救命啊！你在这里干嘛？哎、欸，哎、欸，哎、啊，你怎么看到我撞起来啊？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吧？算了，马上自杀！哎，我有长得有那么丑吗？哦，这个我们只要不要被真照到就好了嘛，对不对？感觉要被照到了，啊啊！会以为我们是德军，哦，这个超危险的，会被误会成德军，然后误杀自己的队友。我们是自己人啊！完了，这里过不去啊，尴尬了。快到家，快到家了。我们办到了。Yeah， 得救了，水哦！咦，唉，哇，啊 ！Wilson said I was a no good lying. 我是个可耻又爱说谎的混蛋。I brought him home because I 带他回来是因为我觉得他说不一定是对的。And I hate that fact more than I can tell you. 我又讨厌这个事实。这叫他妈都是英雄。He's a cheat, a thief, and a liar, and he'll answer for his crimes. 哦，被抓到了。That's right, Blackburn.叛军法了，偷了那架飞机上战场。嗯，那我现在被抓到这边来干嘛？嗨，威尔森，告香还哪了 ？I'm going to speak up for you, you know, at the court martial. It might do you some good. I doubt it, but 谢了。哇，又开始了。With me, I need a gunner. Over here, I'll do it. Rackham, let me help. You don't deserve to fly. 哇，他死了。If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up there.Come on, 我们上吧 ，Let's do it！ 哇，那家伙直接往生呢，超级不重要的人物。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sit this one out? Not a chance. 让我们再次战斗吧。喂，永远打不完的仗，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啊！摧毁战斗机。
我已经越来越熟悉了。不要乱飞啊，小混蛋！急转弯，急转弯！快点，快修，快修，快修！目标完成喽！哦，好难打啊！轰炸机来了，摧毁掉轰炸机吗？炸到才有鬼嘞！撞掉你们 ！Burn down！ 终于啊！还有没有？再来啊！奇怪啊，那小另外一架飞机不见了，在我们后面啊！死吧！谁要把你轰下来 ？Yes， 终于啊，难搞的要死！哎，每一场都好难搞、啊。我们有麻烦了。哦。大飞船？不是吧？把它给炸下来，这也太硬了吧！哇，要把这个大飞船炸下来哦。其实目标物大，其实就好打了。还好他目标大了，不然的话目标太小就不好打了。我说真的，来吧，只有两座而已，很好打的。哎呦，不要撞到就好了，先跑再说。我们中弹了，我们过去绕个一圈回来。那防空炮会在炸我啊！防空炮打得还蛮痛的、啊。快点喽！毁了你哦！呜！再回头一次，大概三四轮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解决掉了。再转一圈，有，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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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超多，撑住撑住撑住，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来来你来。有了有了有了，解决掉你！我要差一点，哎、欸，剩下交给你了，后座的。呜，有了吧？德国佬，来吧，德国佬！我靠，讲干话讲到直接坠机！我。
die up there. You and your big mouth. 好笑哦！讲完了，来啊，来炸我、啊！德国佬，然后就被炸下来了。You okay？ 在嘴炮嘛？哦。We need to take out that flat gun。哦，摧毁那一座防空炮。Okay， I've got your back。Go， back。哇，我们现在站在这上面，跳下去会怎样？ All right, we gotta get up. 跳不下去。Don't look down. All right, all right. Just don't bloody look down. 哦。We gotta get the flat gun.This is madness. 好酷哦，在这个上面踏哎，都不会掉下去的、啊。That gun is knocking seven shades out of our lot. We have to grab it. 你把它拿下来。Can't really see. Just straight ahead. Whoa! Careful. Be careful. We gotta stay out here. Keep moving. I see him. He's over there. 在哪里？前面吗？防空炮在那里。哦、oh!。哇！哇！哇！ Hey, you okay? I'm good. I'm okay. Find a way back up top. I'll head around to the flat gun. Okay, I've got this. Man. 哇，要走里面绕了。我们做一把枪。这人挂掉了。里面应该一堆人。走哪里？走哪里？Keep it down. Every German on this damn balloon is gonna hear you. 有哦，这可以哦。有了，有了，有了。走这里。好嘞！啊，着火啦！这一把好吗？好，决定这一把了。Yeah! Come on!受死吧，德国佬们！没子弹嘞！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哦，把他杀掉！呀！互炸互炸 ！OK， 把下面的给炸掉，他就不会攻击了。这个也是，死吧！哇，解决了 ！Yeah， 你还不死？降落吧！倒了，倒了！哎呦呀，谁呀？德国佬！哇，我觉得他要死了。哎、欸，为什么不能射啊？哎、欸，他在那边靠来靠去啊，然后我不能帮忙射，拿个枪把他解决掉就好啦。哇！德国佬再见。旁边那个配角哪里过来？旁边那个配角还蛮帅的嘛，从这边跳下去也是找死啊，必死无疑啊！你又没有降落伞，对不对？哇！红心二，哇，给你运气那么好，跳到水里啊！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自私的家伙，得到了救赎。但是在战争的年代，很多消息都被扭曲，
A rogue pilot who stole a plane, 下三滥飞行员偷走的飞机，还杀了他的伙伴。Lied, cheated and murdered his way across half the Western Front. 熬过西战场 ，only to escape court-martial and the chaos of an air raid. 逃脱了军阀。But don't listen to any of that. What you heard from me is the truth. I wouldn't tell you if it wasn't. Would I? 所以说，在战争中有很多个故事啊，那每个故事传来传去，传到后面都变扭曲了。真正知道真相的人，只有当事人知道而已啊。哇，这个第二章其实玩得还蛮爽的，可是唯一空战搞得我有点累啊。哦，这个空战真的有点难打，我说真的，搞到自己快死掉了，很难瞄准啊。说真的，哇，我们终于把一个系列给玩完了，超棒的。哇，这个第二章节结束了 ，OK。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章节至上权威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玩的。那之后我们依旧会继续我们的第三、第四跟第五，好吧？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战地风云一再见了，拜拜。